打开嘛，这个可以扭的，看看。它应该这个知道吧？嗯。现在就是把那个料打开，看看这个，看一下这个孔，这些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孔，就这样放在上面。他会意思去拍吗？没事，这里这挺好的。脏兮兮的。这挺好的，把这个也放进去，这有一个空料盘，一个有料的，一个没料的，看见没？拍一段 DV， 到时候带上声音。呵呵呵，先把这个松紧的这个打开，看看，松紧打开。没事，这没事，它只是开视频。把这个拉到有料地方，就是卡嘛，这后面这里有一个手，这里就是一个那个卡片，卡到这个齿轮里面，看见没？这、就这样的。没有。如果你在走的树了，你要按一下这个停止，它因为它有树嘛，它是才算是接树的，在上面，对，拉过来它就变树了。对，你如果要化料的话，你就这个然后在上面按个设置，你要花两千个挣两千，对，这应该不用那么多，一千五这个一千个就行，嗯，确定。再环，你就按环转吧，它这个料往这边转嘛，就环转，看见没？行。嗯，来，现在就行，这么简单的方式。然后要设一个间距，就是这个设间距的话，第一步应该插第二步去了，插到这边我看一下，打开手臂，放料之后，你要看一下那个间距。